爱河爱情地图夯店大公开。高雄新市长韩国瑜再过2周即将上任，他提倡的爱情产业链，爱河就是重点发展区域。苹果整理出爱河爱情地图，最夯名店景点一网打尽。爱河的西侧是盐城区，许多老店都集中在这。当中首推港元牛肉面，面条 Q 弹，牛肉软嫩，清炖的汤头也很鲜甜。另一家北港菜档阿 B 沟，上面满满的肉条入口即化，也有超过60年的历史。还有超夯蒸蛋汤，蒸过的蛋衣吹弹可破，吃了美食，喝的饮料也少不了。华达奶茶新乐街总店，高雄人都不陌生，不加一滴水是他们的特色。口渴时不妨来总店朝圣一下。追求清新恋爱的文青型情侣，山美咖啡店是合适的选择。吃吃喝喝后，就可以在爱河散散步，或者搭上爱之船，感受爱河明媚风光。爱河沿线景点除了博二艺术特区外，附近的战恶库里面纯白的旋转木马是网美最新打卡热点，超过20家餐厅及文创商店，逛也逛不完。高雄市电影馆开馆日天天都有电影放映，现在也常办各种主题影展，提供情侣更多不同选择。玩了一整天可以找个地方休息住宿。爱河畔不能不提老牌的国宾大饭店，饭店3种房型全部能欣赏到爱河与高雄港湾迷人景色。叶子透露，未来会针对爱情摩天轮做餐点发想。下午茶的茶点是用摩天轮，小型的摩天轮的模型，然后它可能会各放10个甜点跟咸点。其他平价住宿则有君怡大饭店及窝 Hotel 窝，同样标榜享有爱河美景，适合精打细算的小资情侣。看了那么多，情侣们还不来高雄增温感情吗？